说，比如说你个人变大了，然后世界变小了，世界变小了以后就变成了这种地方体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每一个物件因为自己被简化掉了，就会变成一个地方体模式。但这个它最多就是一定需要有足够的传染它这样像大部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你这个再变大就是你个人变大，然后世界变小，最后效果就是你看到是一个星球，你现在这个传染在星球里面，然后可以出来就是一个星球。